甚至有些人又看到了中国现在，哎，这种体制在救灾的时候不错，是不是美国会？其实我相信说，只要是美国，特别民间啦，投资在，实际上美国是一个信奉上大帝。家都知道了吧？咱们就今天就是比较 personal 的一些，你天天关心什么？花多长时间看资讯呢？你看什么资讯啊？有哪些忧虑啊、焦虑啊？是不是理性的呀？我只能说2个礼拜前啊，刚开始封的时候，哇，我看得很清。最近这2天大概就看10分钟、20分钟啊，瞄2眼就算了，看看数据，然后打开那个新闻看一下。但是我还蛮爱看台湾新闻的，因为台湾新闻都把美国的事情讲得很夸张。有2件事情基本上是同意的。第一件事就是这个股市应该还经济跟股市都还没触底，真正的触底是那个大量的数据出来以后，就是在接下来2周，经济和股市都会触底，啊，这是第一个，大家都同意。第二个，大家都同意说，美国就像是过去，有他不知道怎么算，他说有7次，从80年到现在，7次重大世界的洗牌以及灾害之后，都是哪一个国家出来？美国都啊，是美国。美国的整个，不管是他就会抓到几个契机，然后就跟着这波改变上去。不讲别人了，就讲我自己。我自己的顾客里面有2种，因为我主要是做中小企业的那个商用软件，所以我 deal with 的人都是做 finance accounting 这一类的。有2种公司，第一种公司就是大概就准备收摊了，所有跟旅游有关的，所有跟尾端服务业的都不行了，就至少现在大家抢的要破产，你知道为什么？拿救济是吧？现在破产，有人就算了，你知道现在，而且现在还有补助啊，你赶快先告急啊，先那个 bank 先 chapter 11再说嘛，对吧？另外一种公司就是他现在卖的根本卖不完，生意做不完，为什么呢？就是任何牵扯上 work from home 的，牵扯上 emergency response，牵扯上 medical device，牵扯上我一个公司啊，它是卖一个很简单的东西，它是 power IC，但从它那个 power IC 里面呢，哎，正好就是他说中国美国在抢货，现在他说因为这一波就会让那个 digitalization 到下一个高峰。因为你就发现那个实体都是假的，只有假的是真的了。这个地方，我替我们不在没有在今天在节目里头的 Jerry 刘笑宏博士也提到，就是说他最近也很忙，因为他也是做这个电子产业的这个公司。然后他说他在忙什么呢？一个是说要给这个叫 wearable 就可穿戴的这种无线设备，这是干用来干什么呢？是给这个医疗人员和那个病人的，也就是说监测这个，比如说你感染了或者你疑似了，对吧？他通过一个可穿戴设备来去跟踪，还有一个是给这个 first responders，也就是刚才邵阳提到，比如说这个城市里头的这些消防队消防啊、人员。警察呀，去第一时间接警的这些人，给他们一些 LTE 的 hotspots，也就是给他们一些更好的一些无线信号的这种数据服务，是吧？这是短期，长期来讲，我相信人可能会更重要的去依赖，包括将来这个自动啊或者机器人，包括医护的这个机器人，因为以后再出现这种灾情的话，恐怕就得派机器人上了。所以我相信，可能医疗用的机器人，可能科技医疗科技自动化可能会是个重点方向。我认识一些做大数据跟 AI 的人，嗯。现在都是摩拳擦掌。他说，对我们来说这是个灾难，对他们来说啊，当然不能说是一件好事，但是他说这个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他们总算能够很系统性的来收集一个 pandemic 传染的，就他说这个东西啊，不是可以运用在疾病上，还可以运用在人的知识。媒体小道消息的传播，还可以用我听我都傻了眼了。我说怎么哪有这种东就西是啊？这说是哎，一个很好的做一些很多对，跟社会有关系的一个数据金矿的时代，数据没错没错，掘金的时代，对。那就至于你不要讲 marketing 了，光讲到行销啊，哇，行销想说我怎么样有一个东西啊，能够从一个人开始，不知道从哪里开始，我们不要乱讲啊，就是从某个地方开始，然后呢，他一下子可以传到几十万人的，而且可能早就几百万了，只是还没有去测。
对吧？这个平太时厉害美了。国因为大家注重隐私，也不允许他们这么干。但是在这个 pandemic 之下，可能大家顾不了那么多了。对呀，我当然是在这个生物医药界了，那就更不用说了。在过去的这个10年当中嘛，可以看到有很多的人才外流到中国啊，或者是这个很多的公司呢，也开始在这个中国开设分部。那么经过这次的话呢，我相信哈，这个美国的政府一定会把这些的全部收回来，然后呢，严格控制人才的外流。同时呢，他看到了这种的医药公司的这样的重要性。那不仅仅是说是研发的这个环节啊，生产的环节，因为你看这个原料药基本上是控制在中国大陆，其次是印度的手中。那印度已经开始宣布说，他们禁止出口一切的原料药。那么这个就变成了原料药也像口罩，也像防护服一样是战略物资了。上升到这个阶段过以后，你就可以想象，那么不管是这个将来的疫情是怎么样的发展，首先就好像要把那些制造口罩和防护服的公司再拉回到美国一样，那生物医药一定会是受重视的。而且呢，人们的这个恐惧还是在那里，所以一旦讲到说我可以向你提供什么样的一种的特效防护，比如说不管是从预防还是从治疗来讲的话，那么那一定会大受欢迎。像我们公司我们不仅仅是可以生产这个冠状病毒的外壳的那个突刺蛋白，那么这可以用作各种各样的研究。那么同时的话呢，我们正在研制疫苗，我们也同时呢要准备生产抗体。那么你知道这个现在就是随着很多的新冠病毒的患者，他们康复过以后呢，他们提供他们的血液来进行医疗的这个用途，那是非常有限的。但是呢，实际上已经有荷兰的科学家，就是把很多的这些的抗体呢，都把它这个序列就把它测出来了，以至于呢，就是我们在实验室里面可以大量的来生产和复制这些的抗体。那么，当然我们一定会经过这个临床的试验，看看是不是有效。在疫苗还没有这个完全这个被批准，有人说是半年，有人说是一年，有人说18个月，但是抗体肯定会比疫苗要出来的快。那么这些的抗体就会给那些危重病人，在这个危急的时候，可能就是救命的良药。这个 FDA 能够缩短整个的临床和这个批准的话，那么一个月不是梦。但是如果是即使是按照他的那个常规走，就像现在这个瑞德西韦啊，他们在做这个临床哈，那么就是即使是按照这个走的话，他也会跑在疫苗的前面。邵阳，我请教一下，抗体是不是就是说人体自己的免疫系统产生了一种对这个病毒能够很有效遏制它？终端是产品是药没物错，是吧？对，它是作为药物来做。当然就是说，它的用量当然要比这个疫苗的这个用量要来的大得多啊。疫苗的话，可能你只需要微克量级的打到人体里面就可以产生免疫的效果，但是呢，这个抗体的话呢，一定是在这个毫克量级，而且要反复去打，因为它会排掉的，这个身体会把它降解排掉的，所以你要不停的在打。啊，这那是个么，好但消是息。呢，但是呢，对于这个危重病人的治疗来说呢，也许这就是他仅有的一个疫苗选的择是吧？一个选择，对，没错，因为就是救命的药物。等于说有这么几个不同的一个阶段，对吧？有一些是说，要救急的这些药，那可能 FDA 相对来说管制稍微宽松一点，那人要死了嘛。那有一些是可能更广谱一些，是一些比如说没有太严重症状的。那疫苗当然是最后了，因为它面临的是一个正常人，你这个得非常的谨对，慎。所以的话呢，就是我的预见就是说，生物医药一定不仅仅会花大力气呢去研发，就是针对新冠病毒的。其实讲到这个过去曾经试过并且放弃掉的，比如说 H1N1 啊，或者是 SARS 啊这些的，因为它的这个病毒啊就来了又走了，所以呢，等到人还没有来得及去研发这些疫苗的时候呢，市场已经没有了。
那么大家就开始停手了。根据这次的经验，大家一定会未雨绸缪，说我们不要等到下次他再来的时候，我们再匆匆忙忙去研制疫苗，应该把那个疫苗就好好的准备到。嗯，对对对，我也有一些那个做 biotech 的生技这方面的朋友啊，也不能说他们高兴啊，当然没有人是因为这个疫情而感到很高兴的，但是他们也是嗅到了一个机会，就是过去啊这十几年天天被人骂，为什么呢？那些 VC 就说你们这些家伙拿了钱就乱花，对，研究这个研究那个研究这个，但是你就像你刚刚讲的，我觉得这个比喻不知道恰不恰当，就好像你这个工具箱里面很多东西你平常都不用嘛，但是等到你真的需要用的时候，你至少工具箱随手就拿到了，你不需要再去找工具，所以他们就说哇，这下子没人骂了，你看吧，我现在一大堆东西你可以拿去试。那这个东西我觉得跟美国的这种创业啦，很能够就叫 risk tolerance 吧，能够承担这种对这个风险的承受度有很大的关系啊。这也是我相信说，只要是美国特别民间啦投资在正确的东西上面，那这一波过去了以后，机会就是属于能够在这个创新的列车上走最前面的人跟走最前面的公司。那还有一个就是美国的，讲到这个也是很有意思啊，说这个 brand 啊品牌嘛。你知道美国有一个品牌的这个通讯软件是中国可以随便用，通讯就是咱们现在在用的这个啊 ，Zoom， 对啊，它是免费向中国这个开放，对。据说是因为 CEO 是咱那个山东老乡啊，是，不知道真的还假的、啊，是真的。他这个据说Eric Yuan 口音我知道他是老乡，口音非常重，我说这跟他不，这跟他是老乡不知道有没有关系啊？对，但是就说，但是我就讲到一个重，就是说这个 Zoom 现在一夜之间变成一个动词了。我说哎，你们 Zoom 一下了，那个你们 Zoom 啊，那我们来 Zoom 吧。我说这个就像那个 Xerox 一样，和当年的谷歌一样，就是 Google 一下。对对对对对，像谷歌一样。我说哇，这个我不晓得是要佩服那个做行销的人呢，怎么那么一个朗朗上口的一个字，还是说、啊、这个真的就是轮到他了啦。他的机会是很好了，因为现在大家基本上都是在家办公嘛。当然美国有很多选择了，有 Skype 啊，有这个 Microsoft Team 啊，都可以。但是 Zoom 是对于面向这种大众的，那种 Skype 那是面向企业的，面向大众的 Zoom 确实是时机是正好，因为基本上像这种疫情的话，很多事情都变成 virtual 的，包括 meeting。所以呢 ，Zoom 肯定会变成一个，你看它的股票就知道的。另外呢，我相信另外呢，科技行业就是这个 delivery， 就是你从 online 包括 deliver 到你家，这恐怕是也会重点布局，很多在这方面会招人，包括 deliver 的这个这些人。那我觉得可能这个时机也是他们开始发展的一个时机。说到这些，我觉得我们这些分享来分享去全都是好消息，今天感觉就是说聊完之后神清气爽，你让这个市场自己去做吧，然后由这些企业家让他们通过自己的冒险的，然后自己的才智去组合各种各样的资源去解决现实中的问题，然后它就会迸发非常大的活力。但实际上我们在这个整个的这一个月以来，美国当然政府也很辛苦了，白宫天天，你看川普总统70多岁的人天天站在那儿，对吧，挺不容易。但是相对来说政府并没有说啊大把他的权力或者手伸得太长啊，伸到所有的企业里头说啊你们就一定要给我怎么怎么样，他是非常谨慎的使用这个国防生产法案，川普甚至一直都拒绝使用这个东西。所以就说也看到这个社会这个国家这个系统对这个私有财产的这种尊重哈，其实这个有机的一个经济体长起来是非常非常健康的。美国其实仍然是在经济方面有活力，这个只是一个特殊事件，就是在突然之间人类有灾难的话，所以我相信美国政府可能会调整它有一部分资金会用到这个应急的方面，但是对于经济来讲它还是会沿着这条路再会走下去，这是我的看法。那至于说现在在目前这种危机下，甚至有些人都看到了中国现在这种体制在救灾的时候不错，是不是美国会或者西方世界会拥抱这种体制，我觉得这个可能是个短视的看法，我觉得西方
他不会在这方面，在这件事情上去向这个中国这方面的体制去靠拢。对，他们现在容忍公权力入侵你的生活跟你的，甚至到家中，这是容忍。容忍跟愿意这个 embrace 啊，拥抱这种热爱这个体制是完全两回事。二次大战的时候，美国也看得很紧啊，美国那时候还什么粮食配给什么全上了，对不对？那这个什么福特改做坦克车，对吧？那哎，完了以后呢，哇，大家就回去干他自己该干的事儿。对，他不会说啊，那我们就干脆来搞个这个集体生产制好了，没那种事情，没人理你啊。所以就是我觉得这个文化不是那么短的时间可以改变，但是我个人还是觉得说，有些中国做得好的地方还是要学习嘛。对，你还是有些事情要未雨绸缪，以及还是有些事情你必须要中央强力的来怎么样strongly encourage，因为在美国你。人家说川普总统啊，真惨啊，3亿多人的全世界最大的经济体的最大军队的一个统帅，结果那个1000多万人的市长指着你鼻子骂啊，不是，连费城的市长，费城多少人？有没有上海两个区大？那个费城的市长都指他鼻子骂，我觉得这种事没有办法改变，他唯一能够做到就是中央能够办好更一个统筹跟协调的角色，但是要说变成什么从上到下那个政令啊。一贯执行那是不太可能的，至少我是觉得短期内，无法想象。疫情发生过以后，很少有这个就是白人的民众跑来找到我们这个市议员说：“哎，你们市政府啊，应该这个给我们提供这个啊，给我们提供那个啊，都没有。”相反的，他们这个要求联名上书要求说，这个让这个住户啊不会因为交不起房租而被赶出来，说我们要这个城市发布一个停止。驱逐房客令，就是在这个疫情发生的整个过程当中，不允许任何的房东因为房客交不起房租而把他赶出去，所以你就可以看到说，哎，这个就是他们在想着说，有这样的一群人，他们的需要是什么？那相反呢，就是华人的民众呢，就常常就问说：“哎，你们市政府能够提供什么样的服务啊？可不可以给我这个啊，给我那个？”那么这就是反映出这个不同的文化培养出来的人呢，对于政府的这个概念的一种的期盼是不同的，同时呢，对于他人的这个关怀是不同的。所以我就觉得这个里面就是可以值得我们去可以去思考这些的问题。那也有很多很多民众就写信打电话就问我说，那如果我们现在隔离了，那一些的无家可归者，他们要怎么办？所以都是想着这些的事情，就是让我们市政府说，哎，你们要去帮助那群的弱势人，你又帮助这群的弱势的人，好像就是他们始终是有一个这种关心他人的情怀。我觉得这个是。我们真的要学习，就让我想到说，开进纽约和洛杉矶的那两艘医疗船，那就是怜悯号和安慰号。其实我相信了，就是实际上美国是一个信奉上帝的国家，然后他也相信说，不管我们人再怎么样，我们还是要来仰望神的安慰和他的怜悯。我相信，就是有这样子的一个心智的话，这个国家不管经历什么样的动荡，我们经历过一战，经历过二战，经历过各种各样的灾难，911，我们都走过来了。这次我们一定也会，好像这个凤凰浴火一样的，再重新走出来，而且会走出来的更好。嗯，非常好的分享。